这一天，大年初一，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如此肃穆安静，14亿各族人民都在倾听北京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召开会议，做出全面部署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，亲自指挥，发出强大动员力。那是塞北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吗？不，那是铺天盖地的请战书从天而降，让我大中国拥有了无数最勇敢的白衣战士。我是共产党员，我骄傲，在危难之际，我成为人民最放心的警卫员。此时，大爱在所有的白天激情呐喊：加油武汉，加油中国！